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今天来玩杰克匹配，然后皮肤是瑞丁梦幻岛的宋杰。对，姬皇也在喊说要宋杰，所以又玩宋杰，有两场，这是第一场。好，然后这里来，这里果然没人，那就是在大房了。大房这里 ，Hello，、自己跑出来了，舞女。那我来预判个走位输赢。哎，你翻过来干嘛？你翻过来。你这操作有点尴尬，准备去死 ，OK， 非常顺利的拿下了舞女。对，应该又不到30秒吧，我记得。应该这么算的话，应该算秒倒吧，应该可以这么说啦。不过他们应该还是会考虑来救吧，昆虫学者。昆虫前锋勘探两个打架的一个跑马拉松的，果然来了的，那个前锋这里没打好，这里没有在乱回，被撤掉了，哇操！那我这个角度输了，解差感谢勘探，我就知道那个时候会解差，算了真好。好，附近有人吗？看来是没人，直接挂上。污染已经好了。OK， 依旧是这个椅子，然后还有耳鸣呢。耳鸣是那里？你还在给我偷修机？我实在看不惯你在这里当我面前偷修机啊！我这里在预判个走位。No. 我这次没打到，应该是跑得快了。然后再回来防下，哦，前锋果然来了，哦，还好， no. 我再打下，还好没打到椅子，还好，然后这里可能会被扛到 ，OK 啦，给他挡掉去路，又撞一下，我再打一刀，太近了，打到实体刀，然后看看，你吸的有点尴尬，再打一刀啦。OK， 前锋倒，然后去找一下那个舞女，舞女上高飞，这里有虫子的，虫子那应该是在这里，果然在那里，这个误认似乎没什么卵用啊。それで，在这里这个地方绕吗？我打，这样，好，没问题。OK， 那你刷个分，我也没差，反正你很快就会死了。隐身，现在一直隐身，一直实体。好，然后勘探什么？不是，前锋什么时候起来的 ？Nope， 这样也没打到。Nope， 这样应该有了。没有，这是昆虫想搞事。不过咧，我一个蓄力带走你。好的，昆虫来乱了，其实没什么卵用啊。然后什么，勘探在这里，他应该想要吸波，有误认。你走过去，我在预判走位，所以这次打到了。然后我挂起来咯。OK， 然后我哎呦，来不及放下，快点。快点 ，OK， 再打一刀。舞女终究还是跑不掉，精神好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这里吗？我在那边。那我补一刀。那个巫人是没过去，是不是？太厚了，是不是？那，这磁体哦，没关系啊，还是先牵起来。牵起来，你要过来吸了，我直接开金身，一个巴掌碎。OK， 你没了，这个舞女直接挂上了，好，准备飞走，好的，然后再挂勘探，好的，场地上剩下一个倒地的勘探，现在被挂起来了，剩下两个满血的昆虫跟前锋，然后还有三台密码机，刚才修掉了一台，然后再挂回来这里。然后咧，大房好像有人在修哦，果然有呢。我这一个预判误认，没打到东西哦，果然是穿不透不过去。
然后这里你看到呢，勘探被救掉了，真的是的，老师在撞过来，你有点搞笑，你没有撞好啊，那个好像是火车头对吧？嗯，之前返场过了。然后在这个勘探啊，对对对对，刚才发的资讯啊，也不是刚才啦，就是今天发的那个演艺之星还有林福奖的投票是4月20日开始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跟陆福投一样的人选，就是各位知道嘛，就是这里国际福三个，然后陆福那边三个，会总官方就要出六个。然后林福是两个是亚福跟欧美福各一个，那个时候陆福有吗？还是因为我有点忘记那时候陆福选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不知道有没有重复，反正有重复的话他就不会重复出啊，反正那个时候是欧美福跟亚福的，欧美福是调香，然后亚福我们这里是红蝶，所以那时候就出红蝶跟调香的晶体。然后这次演艺之星我想投给古神和星幻还有守夜，守夜这次有参加投票，只是那个全角色限免没有而已。然后这里我们打一刀，你停下，这还没打到，这没打到，又没打到，刚才没打到是情有可原，是这里这样还打不到呀，哇操，这物理也没甩好，完了给机会了，出事了，刚才为什么没打到？好，我要继续讲，就是我要讲什么？好，有过窗刀。哦，我要讲，就是那个守夜这次有参与投票，只是全角色限免他没有而已。然后星幻这次不知道会不会一起出，因为通常他们都是一起出来的啦。我也希望是这次也是一起出，这样就投一个人就好了吧，可以把票让给其他的人。对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因为他们单出的情况很少啦，我这么觉得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官配的 CP 嘛 ，CP 总是衣服要穿类似的啊。这个勘探直接被秒，然后这里哦，那个前锋来球打到椅子了，椅子啊被救下来，这里那个翻转加速，那还是先来挂这个人，开了，完了出事了，各位三人看没战的。这里误刃甩，这样没甩到，是因磁铁弹开导致误刃没到吗？哇哦，削我误刃啊，真有趣呢。不过你磁铁没有用好，这里应该是要进板区，果然。那边还有一块磁铁呢，那先不要好了，不要吸上去哦。那我先去那边，那个传送还没好，传送还没好。OK， 加格数，然后有耳鸣。耳鸣是在开门吗？开门。哦，突然开了，开了，我赶得到吗？赶不到。好，该喘了，是时候该喘。我居然有耳鸣，等一下就懂。完了，完了，要被三跑了，出事了。哦，为什么耳鸣不早点来？Oh no！ 等，你还在这里呀、啊？那给机会了、啊，我操！真是天助我也呀、啊！这勘探，你应该走不了这个门，连碰都没有碰过呢。Nope. 我过半刀水。OK， 原本以为要被三跑的，结果被我打个平了。好啦，挂啦挂啦。